哟，今天天气特别的冷哈，我快冻坏了，因为郑州这几天变天了嘛。今天最高温度是17度，明天也是比较冷哈，但是明天是啥呢？明天休息，在家睡个懒觉哈。我老公呢，本来说是打算今天晚上回来的嘛，因为他就是在工地上哈，特别忙。本来说回来了，但是临时加班嘛，回不来了，所以说今天就不回来了。他已经有连续有2个月没有休息了哈，一天都没有休息，然后这2个月瘦了10几斤了，真的真的把他累坏了哈。哎，不过啥呀，我感觉这以后有孩子啥的，他忙的都没有时间管孩子也不行啊。所以说哈，这。找对象哈，找这种在工地上的好呢，也你说好吧，他也有优点，就是啥吧，两个人不在一块儿也挺好的。我不太喜欢两个人天天在一块儿，这种我不太喜欢。就是，但是不好呢，就是天天不着家哈。要忙的有时候忙的真是都见不到面了。你说以后有孩子了啥的，哎呀，真的是。没办法说都是有好处跟没有好处的哈，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。